商朝末年，群妖再起，大荒城频频出现修仙者失踪之案。西昆仑山渡厄真人门下弟子、托塔使者陈塘关李靖，奉师命托宝塔至此地查探。还未住门，谁给你说话的权利？拜见神师。征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今日有一个修仙者，自称托塔使者李靖，你去吸收了他的法力，把灵石注满。遵命。吾乃陈塘关李靖，妖龙快快出来受死！怂，这有效果了。还挺难搞。这大半夜你怎只身一人在此？那你家在何处？我送你回家。一定要小心些。哎，真可怜，原来是个哑巴。姑娘，
你睡里面，我在外头把着啊。修仙者，师兄，没有精气，不应该啊。李靖，师兄告诉你，下山之后有三样东西一定要好好体验体验。什么东西啊？女人，女人，还是女人。师父，女人是什么呀？靖儿，你此行下山最要小心的便是女人。妖孽，扮作人形取人精魄，受死吧！
剑鱼，剑妖，锁。原来这就是女人啊！师傅说的果然没错。龙须，我已经把妖龙给斩掉了。看你一身修仙者的打扮，不知你捉妖的能力如何呀？哎，你这个死狗！我在这儿呢。你不是妖啊？把香还给我。可否卸了兵器之后再与小老儿过几招啊？兵不厌诈，记着啊！哦，裤子裤子啊！这，我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停，不打了。你谁呀？果然是我要找的那个男人。你去去去！
此物啊，乃七宝玲珑盒，可惜你呀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，威力你根本没有体会到啊。你怎么知道？这玩意儿握久了，你就和他们一样了，知道吗？臭小子，跟我来。1500年前，皇帝借龙族之力大败妖族首领赤猴，将其封印，而后神族隐退，人族兴盛，而之前为赤猴部下的妖族则藏匿于荒山野岭之中，常常夺人肉身，食人魂魄，所以才有像我这样的修仙者。老头，这个小孩都知道好不好？殊不知赤猴即将重返人间啊！一定是赤猴他老人家托梦告诉你的吧？我告诉你，臭小子，你给我严肃一点！赤猴即将重返人间，若不加以阻止，妖魔混乱，八荒覆灭，无人生还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干嘛这么认真啊？此乃老夫从玄冥镜中亲眼所见，不过我在镜中还看到一人，此人可扭转局面，拯救苍生。谁呀？就是你。我？咱俩素未谋面，我凭什么信你啊？老夫乃元始天尊座下大弟子江上，字子牙，我就是可以助你成为救世主的那个人。要想拯救苍生，这些法宝必不可少。比如说，像这一瓶无相散，只要将其抹于眼周，便可看到那些魑魅魍魉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请看。这都什么鬼东西啊！整座大荒城现在就是一座魔窟，这些人早就被吞噬了灵魂了。我看看谁在捣乱！你不要命了吗？你不是说我能拯救世界吗？我既然是救世主，一定不会那么容易死吧？喂，哎，这救世主也没你这样的呀！奔腾四海，巍巍八方。神月将至，入我大荒。真神天降，入我大荒。真神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小子，咱们还是撤吧。我们诚心的朝拜真神，必将庇护我大荒城，安居乐业，万古流芳。你。将妖气注入箱中，蛊惑百姓，是何居心？我乃西昆仑山渡厄真人门下弟子李靖，此物乃七宝玲珑盒，可测妖邪鬼魅。这个人就是城中的大妖，他骗你们吸食妖气，受其蛊惑，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老头，你过来。喊你呢，老头。喊我呢。来了来了，这时候喊我做甚？让一下让一下，谢谢谢谢。你快点吧。大家好啊。干什么干什么，不得无礼。这个是无相散，只要涂到眼睛上就能看到真正的天地。此人可能和之前的叛徒是同伙，抓住他。这边，快点！他们在那儿。
感谢少侠救命之恩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啊？在下凤石，我乃阐教门下弟子，奉师命下山调查着大荒城异象，打入城中信徒之中，想要刺杀他们的神使，可是奈何被识破。哦，原来你就是他们所说的叛徒啊。他们口中的神使名叫张悟，十年前万妖来袭，张悟凭借一己之力将妖怪赶走，百姓将其信奉为救世主，可谁想到他竟宣传歪理邪说，百姓们受他蛊惑，渐渐失去理智，而那些不愿信奉他的人变成了这森森白骨。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复活赤猴，传闻在血月来临之时，以血肉为身躯，集心灵纯净的修仙者之法力灌满血池，便可复活赤猴的魂灵。怪不得那两只妖。哎呀，反正我是救世主，我去把那个张悟杀了不就好了。外面，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，快走，快走啊。总算出来了。哎，那臭小子呢？张二呢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来来来，兄弟，拉我一把。老姜，嗯，你有这么个法术，怎么不早使出来啊？我这不聊天聊忘了吗？李兄，方才你说你是救世主，什么意思啊？你问他。这么想啊？玄冥镜。我在玄冥镜中看到一人大败赤猴，拯救八荒。你确定没看错吗？我在镜中看到的确实是李靖将赤猴击杀。不过用的是轩辕弓和震天剑。当年皇帝请出女魃出战，得此两件法器，方得以诛杀赤猴。那这两样法器现在在哪儿？东海。东海？再把你那个传送阵使出来不就好了吗？你以为老夫只有传送阵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老夫的宝物多的是。你看。嗯，这是给我孙女玩的。在此，切，这给你孙子玩的吧？太好玩了！我哎，老乡，没想到巴掌大的小船竟然能变这么大，而且还能飞起来。少见多怪了吧，这些玩意儿老夫可多的是。切，老乡，那小子怎么愁眉苦脸的，看着就丧气，身为阐教弟子老往身上涂脂抹粉，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。凤石兄弟，不要再愁眉苦脸的了，有什么难事跟兄弟我说说。嗯，我认识的一个人被张悟杀害了，我发誓我一定要手刃张悟，替他报仇。那个人对你一定很重要吧？
你呢？为何修仙？我呀，嗨，打从我记事起呢，我就跟着师父学道，斩妖除魔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哪还需要什么理由啊？再说了，天底下所有的修仙者不都应该是这样的吗？你真的相信你是救世主吗？放了苏仙，放了他，你闯大祸！你们看清楚啊，他是只鱼妖。是啊，你能杀了鱼妖，但你能杀了所有的妖吗？哎呀，这个世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只有不断给河神爷爷献祭，我们这些人才能生存呐。是啊，我们要生存啊。那当然，凤石兄弟，你放心，接了法器之后，我一定帮你报仇雪恨，绝不食言。你小子不是讨厌人家吗？怎么还跟他聊个没完呢？我去去去！我说老姜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啊？我李靖是。抢过来不就得了？
替你们龙族戴罪立功啊！难道你忘了这1500年来你们龙族的耻辱吗？还是说，你想让你们龙族永生永世都抬不起头来？当真？绝无虚言。1500年前，龙族助皇帝大破赤候，而今赤候即将复生，自然还得需要龙族之力，还请龙族解除轩辕弓与震天剑。可以，但是，请讲。大夫，好啊！哎，我才是救世主，你干嘛用这只妖来帮忙？这就是能杀死赤候的法器吗？是。哎呀，有你凤石兄弟、凤石姑娘，还有老姜当我的左右手，干嘛需要这第三只手啊？只有龙族之力才能拉动此弓。我不信，拿来。我信你。多谢龙族此次携手相助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还请。不必。这哥们儿就只会说两个字吗？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是香的，你是臭的了吧？据老夫观察，城中有城门两座，皆有小妖把守。可是祭坛入口仅此一处，便是你啊，今日所见到的神木之间的结界。我等可兵分三路，引出小妖，再趁虚而入。嗯，你等要记住，震天剑只有三只，每一只射出便再无法力，所以我们只有三次机会。万一他射不准怎么办呀？不会。但愿。待入得祭坛，我们就帮你牵制住张武，给你制造射箭的机会。多谢。不妥。嗯，有何不妥呀？老姜，我请问你，咱们这船能上天吗？还有什么是老姜我做不到的？哇，嗯，李，哦，哈哈哈，既然能飞，我们干嘛非要在地上做文章呢？我们直接飞入大荒城的上空，跃入广场，进入结界，直捣黄龙。此计过于冒险。恐怕就是主定的计划才能赢。你不穿吗？不必。人家是龙族，会飞的。那凡人可以学吗？凡人，让你见识一下凡人的能耐。显灵，赐我真爱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请真神显灵，赐我一个正常点的真爱。我要男的。哎呦，年轻的。
怎么又是你啊？你也带着夫人一起上阵呢？夫人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辈子和你在一起的女人。胡说什么呢？我们才刚认识，还没到那一步呢。少废话。走走走走走。掌握。掌握。掌握。受限于此地，也不会用你们几个废物。正，还真把他当妖了。为了女巫，我什么都可以做出来。好，若是你敢吃下这颗妖丹，我就饶了他。我愿食下妖丹，为神使效力。你可知？吃下这妖丹的后果，牺牲妖兽，将毕生功力集于一靠。哎呦，臭小子，你过来给我看看，我这老妖是不是吐出来了？吐出来更好。死老头，我问你。刚才为什么不用传送阵，搞得我们大家这么狼狈？这传送阵是你说用就用的吗？不是你要从天而降，我上哪儿给你摆传送阵去啊？
假的？我修行千年，本该化龙，可不知为何一直失脚。也许是我们龙族罪孽深重，还没有得到天地的宽恕。原来就因为你是假的，所以你才拉不动轩辕功，对吧？我以为你以为，我以为你就会说两个字呢。哎，你以为，你一个你以为差点害死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怪不得你身上总是有妖气，原来你就是一个飞龙亦飞人的半残。够了！要不是你的破计划动静那么大，我们怎么会中了张牧的圈套？怪我？阐教弟子皆为男性，你女扮男装冒充修仙者，是何居心？哦，你是不是妖人派过来的眼线？怪不得我们中了张牧的圈套，说什么重要的人被他杀死了。我看你下巴。走吧，你们都走吧，反正我是救世主，没有了你们我照样可以干。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世主。臭老头，你对前辈要尊重点。你打我干什么？李靖，我告诉你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玄冥镜，一切都是老夫的梦。老夫上山修道，师父说我没有天分，最多只能是个耕翁钓叟，我不甘心。上山之后，我每天晚上都在做梦，梦见斥候重现，天地覆灭。直到第一千个梦境中，出现了一个人，拯救了世间。只可惜啊，原来这只是老夫不甘生活的平庸，误把无端梦境当成了预言。试问，茫茫人海之中，以你的这种资质德行，怎么能当救世主呢？静儿，这七宝玲珑塔共有七层，但以你现在的修为，只可打开六层，同时层数越高，消耗的法力便越大。师父，我该如何打开第七层啊？静儿，为师问你，你的理想为何啊？当然是想跟师父和师兄们一样，斩妖除魔，修炼成仙。怎么了，师父？我的答案错了吗？静儿，不怕你没有答案，更不怕你有错误的答案，怕就怕你没有自己的答案。方石，方石姑娘，我从小到大，几乎每天都在幻想自己能够拯救世界。可是越长大，我心中越明白，资质驽钝，难有大的修为。我就是一个狂妄自大的混蛋。凤石姑娘，刚才对你言语不敬，恳请你原谅。如果你能原谅我，便出来相见。你把他怎么了？有什么冲我来？看来他对你很重要，可你对我也很重要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只要你把这个瓶子的木塞打开，它就能活。你是不是想告诉他不要打开？
瓶子打开，你的法力就会全没有了。张悟，有本事你杀了我。乐意效劳。等一下，李静，我死了，对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救世主，要是你的法力没有了，到时候四海八荒全部都会被毁灭。走吧，记得帮我报仇。走啊！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救世主啊？你要是死了，我的世界就没了。李靖！真有趣，张悟，怎么回事？你问这个傻子，他把法力全给张悟了。我要是不给他，你就死了。你要是死了，你的仇谁报？所以，就再没有人能制止张悟了。一个是没了轩辕宫的小白龙。一个是没了法力的修仙者，我老姜在梦里怎么就没有梦到这一幕呢？那又怎么样？就算我不是救世主，也能为拯救苍生贡献一份力量。至少在你梦中，张悟死了。说的也对呀。
了妖丹，妖丹对妖身危害极大，短时间内爆发必定伤及自身。看来你对你们的主子还真是忠心。不，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。答应你，他怎么死了？他跟我说，人类死后，若是两情相悦，便可葬于一处，再赴阴曹聚首。他希望我能将他们葬于一个僻静的地方，那里最好能有一棵果树。想不到妖也痴情。他不是妖，而是真额头被砍下的兽角所化，他们本就该在一起。血日凌空，今晚必是赤猴现身之时。我曾潜伏在城中多时，已得知张悟在进行仪式之时身不能动，我们可以趁机下手。只怕张悟已经把轩辕弓给毁了呀。不会，轩辕弓乃上古神器，便是赤猴也无力毁掉，因此必定藏于城中。哎，我们做把假弓炸它便是。妙啊！当震天剑和轩辕弓接近时会产生共振，以此可以寻得藏弓所在。好，那我们就会会这个斥候。谁说救世主只能是一个人？张悟。
谢了。吧，阻止他。李天，这是啥？还没回来，我早已在轩辕宫上下了死咒，处之即死，他怎会回来？我去南宫。他的法术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，我去救他。西昆仑山督恶真人门下弟子，是要斩尽群妖，除魔无尽。斩妖非为妖，除魔非为魔，最重要的是能够救人于危难之间。我乃救世主，我当然知道要救人了。救人与否，与是否身为救世主并无关系啊。救世主可救天下之人，又岂是一般人能比呢？如果连身边人都救不了的话，又有什么资格救天下人？一命抵一命，实在太过不值啊。世间万物皆平等，无甚高低贵贱之分。那妖呢？也值得人舍命相救吗？妖有嗜血狠辣之恶妖，亦有情真善念之善妖。若能渡妖向善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好好好，
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才是对的？不怕没有答案，不怕有错的答案，只怕没有自己的答案。我懂了。妖族前辈的信任，我李靖定不辱使命。你一个修仙者，不接受妖力，天地玄冥，万物共生。就算你得了天下又当如何，还不是一样会受到天下人的唾骂。这个世界本是属于赤猴的，我从皇帝小儿手里抢回来又怎样？我乐意怎么玩就怎么玩。你们先躲起来，等我收拾了这个丑八怪，再来与你们细说。结束了，父亲，我们替你报仇了。你的轩辕弓，我帮你找回来了。拿着呀。敖莹的双臂被障物折断了，恐怕再也……好在张悟已死，也不需要用轩辕弓了。血月怎么还在啊？玲珑核的反应怎么会这么大？难道是赤猴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毁掉的只是张悟这个躯壳，这才是赤猴啊！
肉身，我准你屈膝在五族下。看来会做梦的，这老将一个。需要这么久？不想知道你的名字。李靖。不会记住的勇士。在你的身上，你来带我拉开轩辕宫，或许尚有一线机会。那就快啊！可是你是凡人，我是龙族，一旦合二为一，分开之后，什么呀？快说！只能活一个。
李靖，他们两个只能活下来一个，就算是活下来的，也将失去所有修为。你给我起来！你看看，赤候被你杀死了，人间得救了。你醒醒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是不是？所以就不想管我了？你醒醒，醒醒啊你，李靖！你要再咬我，就真把我咬死了。哎呦！我就说嘛，眼睛大不是什么好事，特别容易进沙子。敖英，这次你们龙族可是立了大功啊！还有，怎么你们龙族也会诓人啊？不是说两个人只能活一个吗？你看，咱们俩。活下来的是你，能以身任天下后世者。今番敖英以身救世，天帝得知必将赦龙族千年之罪，敖英或许也将成为一条真正的龙，你不必担心。行了，老夫也该回玉虚宫复命了。哎，老姜。嗯，前辈，保重。嗯。喂。嗯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如今我的修为全都没有了，只能陪你重建大荒城了。什么时候学的油嘴滑舌了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嗯。金吒、木吒，常跟你们说平时要勤加练习。之前三招就可以制服我，为什么这次用了四招？李大人，哪吒，哪吒跑了？没错。快回陈塘关！快点，快点！我等等我这个老太婆啊！救命！三、八、十，藏好了吗？心中的人。
山明目瞻，岂能不闻不问？此下昆仑锦里人间苦闷，山明目瞻，岂能不闻不问？此下昆仑锦里人间苦闷，山明目瞻，岂能不闻不问？此下昆仑锦里人间苦闷，山明目瞻，岂能不闻不问？